让我们一起来礼敬佛陀。Let's hold me to our Lord Buddh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好，那今天我们将来一起探讨一个对于我们生而为人来说是很平常、很普通，但是又很重要的一个话题。我们可以说，生而为人，我们就必须得面对之成长。成长之后，我们就必须得面对之衰老。有衰老呢，我们就必须得面对之死亡。这是一个历程，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每个人都必须得面对。有些人他也许出生之后还没有成长，他就已经面对着死亡。有些人呢，在成长之后还没有面对到衰老就死亡。但有些人呢，就是面对了衰老之后才面对着死亡。这就好像我们现在去坐一辆长途 bus，长途汽车，在我们坐这辆车的过程中，我们会不断的见到有些人上来，有些人会下去，有些人会上来，有些人会下去。我们也知道，只要我们上这辆车呢，必然我们会在某一个地方下去。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所以我们知道，只要我们上这辆车，我们必然会下去。然而，有一句话叫做"人生最确定的就是每个人都会死，都将要面临死。"然而，又有一句话又说，人生最不确定的就是将在什么时候死，跟以什么样的方式死。既然这么样，那么我们再想问问大家，我们对死亡，或者说我们对这一个人生的终点，我们了解多少呢？我们必然会去那个地方，然而我们是怎么样去？我们如何更好的去？我们有心理准备吗？就好像现在，如果我们要去一家公司里面去做工，或者说去一间医院里面去上班啊，去做工，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要找一份工作，我们要去这家公司或去这家医院。但是我们如果完全没有准备，我们去，那我们能够去到那边，会不会感觉有点手忙脚乱呢？是不是？所以我们应该要有准备。这准备呢，主要是指心理的准备。而心理的准备很简单，就是我们只要了解就可以了，他并不用说要叫我们比如说准备材料准备一些你的一些 document 啊，你的证明啊，这些不用，只是我们对这一个终点站有了解，而且呢，我们知道如何更好的到达这个终点站，那这个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准备了。既然每个人接受了生命，就必须得接受生命的终点。就好像我们买了一件衣服哈，我们就必须得接受，最终这件衣服可能会被我们抛弃，或者说它会烂掉。我们任何一样东西，
只要我们拥有它，我们就必须得接受它的存在，而且必须得接受有一天我们要跟它们分离。对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都是这么样。那到底我们是应该如何去面对这一刻的来临，或者说这个我们每个人都必经的现实呢？在这里呢，我们就将依照佛陀的教法，一种古老的传承，来讲一讲，生命它在最终的一个阶段是如何的发生，如何的运作，而且我们又应该如何去把握这最终的这一刻，甚至可以做到一种超越。如果我们能够把握好最终这一刻，或者说我们生命的这终点，那它甚至可以比我们今生的生命层次更好、更高，可以比我们今生的境遇更好、更高。但如果我们是没有任何的准备，一面临着生命的终点站，我们就感到手忙脚乱、措手无策。这个时候，我们有可能现在没有很好的珍惜好我们的人生，而因为在最后那一刻，我们变得会堕落，我们的心会变得恐惧或者执着、贪婪、害怕或者失望、张望、憔悴。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下一生会变得比今生更糟糕。因此，在死跟生这一个关键的时刻呢，可以说是决定我们下一生生存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时刻。那到底在我们每一个人，或者说只要有生命，我们应当如何去面对呢？面对的时候又会有什么东西发生呢？一般上来说，当一个人在走到生命即将是走到终点站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面见到一些征兆或者预兆，叫做 nimitta，巴利叫 nimitta，nimitta 的意思就是 sign，the sign of death。这种征兆它有可能是在死亡前的很短时间，例如几分钟，有可能是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甚至7天，它都有可能就是会见到一些影像或者征兆。这些征兆呢，可以分为3种，一种叫做伽马，一种叫做伽马尼米达，一种叫做伽蒂尼米达。伽马的意思就是说，业。当一个人他体验到业的时候呢，有可能就使他感觉到好像他在他还健康的时候，他所做的某一些事情呢，好像放电影一样重新做给他看。例如说有一些像有就现在叫做濒死经验学啊，濒死经验学，它就是研究到有一些人在医学上叫做假死啊，他复活之后呢，他会感觉到他好像他一生的事情像放电影一样啊，这个就是叫做业。业的就是他之前曾经造过的某一类的行为，这种行为在道德上叫做善业或者不善业，在他临死的时候又会重新浮现。那个时候他所体验到这些就是很真切的，好像就是犹如他又重新在做那样。这是一种，还有第二种，叫做 gamma nimitta，就是业相。业相就是说他过去曾经造的某一类行为的片段或者局部或者工具，会在这个人的
眼前会呈现出来，或者说他会看到，他会想到。例如说，如果一个佛教徒，一个佛弟子，他经常有布施供养的习惯，他有可能就看到他所布施的袈裟，或者他所供佛的花，或者说他供养的佛像，或者他所礼敬的僧人等等，这些都有可能。或者呢，如果是一些经常造恶业的人，造不善业的人，比如一个屠夫，他可能会看到的是屠刀，或者说被他杀的猪流出来的血。如果一个很贪婪的人，一个吝啬鬼呢，他可能会看到money 啊，钱啊，这些就是他在临死的时候他所做的一些善或不善的业，以某一种影像或某一种工具而被他看到。还有第三种叫做 gadinimitta 的意思就是叫做去向，就是即将他将要投生，将要往生去的一些影像。例如说，如果不只是说一句。如果一个人在将近临终的时候，他有可能会看到一些影像，这些影像跟他所即将要投生、往生的去处，或者说生命有关。例如说，有一些经常行善的人，他有可能会听到一些很美妙的音乐啊，或者说看到很明亮的光啊，或者说看到有一些天人等等起来迎接他，这个是指投身到天界的相。而有一些人，他可能会看到一片红色的影像啊，这个可能是他即将要投身为人的母胎，就是子宫的影像。而又有一些人可能会看到他在很久以前去世的一些亲戚呀，一些朋友，好像多年来没有见过，突然现在他来找，这个可能是鬼道的相，或者有些人又看到一些面目狰狞的一些鬼呀，或者说一些陌生的人呐，一些感到很恐怖的影响，这个可能是。是鬼道的影像，而有些人呢，他会听到一些很凄厉的叫声啊，一些吼叫啊，或者说看到有地下冒了火啊，或者说有一些很大的狗啊等等出来，这个可能是地狱的相。这些相叫做 gadinimitta 的 gadi 就是他将要去的那些影像，将要投生的影像。每一个生命，每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都将会见到某一类的影像。而且这些影像呢，它还是会变。为什么会这么样呢？因为当一个人在临命中的时候，将要临死的时候，很多过去所做的业，它会增值成熟，而使他成为下一世投生，准备带来果报。因为根据业果法则呢，我们现在每一天
所遇到的、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嗅到的、所尝到的、所吃到的、所触到的，这些都跟我们的果报有关。也就是说，只要我们生而为人，我们就拥有这个果报的身体。为什么我们有这果报身体？因为我们之前所造的业，在潜意识临终的时候带给我们这个身体。然后这一个业，它在我们今生第一个刹那叫做劫生，那一刹那巴蒂三谛那个刹那就带来了这一对身体。之后呢，在整个生命期间，业会不断的成熟，不断的成熟，使我们的身体会维持下去。而一个人的生命长短，跟他投生的业有关。这种投生的业就叫加那嘎梗嘛，就是叫做令生业，就是使一个众生投生为人，投生为某一类有情众生的这种业。只要一个众生投生为人，那么使他投生的业会在他整生当中，他都能够产生效用，而使其他那些过去曾经造过的业也能够不断的成熟，因此呢，业是无时无刻都在成熟，而我们使我们承受到果报的。而同时，我们在承受业的过程中，我们要无时无刻在造新的业。遇到好的，我们升起贪啊喜欢啊，这个时候又在造不善业；遇到不好的，见到不好的人、丑陋的东西，我们又升起嗔，不喜欢、排斥，这个又在造不善业。因此呢，业跟果报、因跟果，它是不断的纠缠在一起、搅结在一起的。那在临终的时候也是同样的，过去所做造的那些业，在我们的这一个身体。我们这个身体拥有这个身体是属于前世带来的果报，就好比说一个线球，如果我们把它丢到空中，那当这个线球抛到空中之后，到达了最高点，它必然会怎么样？会开始下降。同样，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从一个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他的身体还很虚弱啊，很弱，需要父母的照顾啊，又不能够给风吹，又不能够给雨淋，要不然的话就会生病。那一直到他长了10多岁、20多岁、30多岁，这个时候到达了生命的顶峰，然后到了30多岁开始呢，他的生命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么样呢？因为业跟果报的关系，使我们投生为人的业是过去所造的一种善业。这种善业，是我们投生为人，然后这种业就不断的支持我们整生，这个称为令生业。令生业影响我们的一辈子。然后呢，除了令生业之外，还有很多的支持业不断的成熟，使这一个令生业可以维持下去。但是呢，我们为什么到了一定的年龄啊，头发会变白，皮会变皱，漂亮会，青春会失去？记忆力会衰退啊，然后呢，我们的身体的健康会不断的往下走下坡路呢，这是因为业它到了高峰期之后呢，它会慢慢的走下降，到了生命的最后那一刻一个阶段呢，前一世所造的业已经到了强弓之末了，就好像一个人拉的弓箭，如果射到他的射程已经快将要。掉下去的时候，它的力是很弱的。同样的，我们一个人的业是，到了临终的时候呢，这个业生生了，就是我们说果报生了，它已经很弱了。因为很弱，所以其他的那些业它会争着成熟。由于业在临终的时候争着成熟，就可以使一个临终的人看到好像很多影像，啊，不断的有不断的影像浮现。有时候看到好的影像，有时候看到不好的影像。在这个时候，一个临终的人，他保持正念，或者说他如果有些家属知道的话，去在这个时候适当的提醒他、教导他是很重要的。一个人临终应该如何使他带来下世的投生呢？在临终的时候，由于种种的业会争着成熟，哪一样的业会争赢呢？会优先
占上风，就有四种叶，它们的顺序是四种叶，一种呢是称为众叶，众叶可以分善跟不善的众叶，我们可以说叫做极众的叶。如果一个人拥有了禅那，而他又有意愿想要投生到梵天界的话，Brahma Lamb。那他只要他把这个禅那维持到他临终的时候都不会退失，那么在他临终的时候呢，自然而然他会发现到，那个时候他的 nimitta 他的禅相就会出现，他的心就会投向禅相，就感觉好像他在入定当中死去一样。之后他投生到梵天界，就犹如在梦中醒来睡醒一样。这个是众业，极众的业。这个是善的，还有不善的呢？不善呢，就是如果一个人有六种情况，那他今生可以说没得救了，下世必定会堕落到地狱里面去。哪六种呢？第一，他杀了自己的亲生母亲；第二，他杀了自己的亲生父亲；第三，他杀了阿拉汉圣子；第四，他用恶意去出佛陀身上，使佛陀身上流血；第五，他分裂僧团。这五种呢，我们相信我们都没有的。后面的那三种呢，如果是在家人来说，那机会很小。现在就唯一有一些社会上有一些忘恩负义的人呢，他甚至连自己亲生的父母都敢杀。但是我们在座没有，我们相信肯定没有啊。还有第六种呢，就是这个有可能，就是如果一个人坚持顽固的执着于人死了什么都没有，这个叫做定邪见。定邪见特指一个人相信用三种方式来相信一个人死了完全都没有。一种呢，称为Ahetukka Ditti。Ahetukka Ditti 就是认为说，这个生命没有原因的，不是由业来的。你生命，你好命，你不好命啊，这个是完全偶然的，没有原因的。这个称为无因见，就是这个社会没有原因的啊，没有业，没有什么原因。第二呢，就是 Akkiriya Ditti。Akkiriya Ditti 是无作用见，就是你造善呢，你也不会有善报；你造恶，也不会有恶报。反正就是，我现在，造恶业，我不做白不做。反正就是别人可以做，为什么我不能够做？他认为做了不会带来，善报。而且呢，他看到一些人形象，你怎么那么蠢啊？把那些钱呢拿去丢啊？那你倒不如拿来享受。啊，这种呢称为阿格里亚蒂蒂，就是无作用见。他们认为善跟恶没有作用的，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是纳提嘎蒂蒂，纳提嘎蒂蒂就是没有三世轮回，没有过去世，没有未来世，没有善，没有恶的果报，没有因也没有果。这称为纳提嘎蒂蒂，虚无见，就是波无因果，否定因果法则，否定三世轮回。他们认为说，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什么都没有了，这一种称为邪见。而这三种都可称为 Uccheda Ditti，就是断灭见。如果一个人在临终、在临死的时候，他还是认为没有，即使他看到一些临死的影像，他还不肯放弃这种邪见，那这种人真的是没得救了。但是对于我们佛教徒来说，我们相信因果法则，我们就可以避免这种。甚至，如果一个临终的人，他在临终的时候，他当他看到了他以前所造的业已经成熟了，那个时候他放弃自己这种邪见，他就能说：“哦，确实，可能我死的时候还会有继续再生。”这个时候他也不成为定邪见，他还是可改变的。那如果一个人拥有这六种行为，或者特别是最后那一种，这种邪见思想，那这个称为极重的恶业，他下一世必然堕落到恶趣跟苦道。如果没有
例如我们在座啊，如果在座又没有强纳，又没有造那些极重的恶业，那么在临终的时候就可以排除这种情况，这一种情况就是不会优先承受，然后呢就会变成第二种有可能会优先承受的，那就是称为惯性业，阿金那个。什么是惯性业呢？惯性的意思就是习惯的经常做的那种业，例如一个佛弟子，他有做布施的习惯，或者他有持戒的习惯，他有禅修的习惯，这种习惯性的行为，习惯性所造的善业，会使他在临死的时候自然而然他会想起，或者即使他不去想起也好，他会自然的浮现。就好像经典里面讲到，如果是一棵树，它本来已经这么样弯的了，你把它砍，你想它倒过这边，它还是会往这边倒，是不是？因为它本身它都往这边弯了，你在这边砍它，它还是往这边倒；你在这边砍它，它还是往这边倒。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的行为模式倾向于那边，那他很可能他就是自然而然在那边。就是说，如果我们本身内心心地善良，我们行为正直，我们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自然不怕鬼敲门了。所以，如果我们经常有行善、有布施、持戒、禅修等等的习惯，那在我们临终的时候，自然这种惯性的业会成为我们投生的优先成熟的业，就好像我们如果有一种叫做一般叫做下意识的反应啊，如果一个人有了这某一种习惯的时候，一旦他碰到那个，他很自然他就会有那种反应出来。为什么呢？他不是说他一定要这么做，但是自然而然他会有这样的反应。这种反应就是由于他的习惯，我们可以说，惯行业就是一个人经常造作的业，重复造作的业，已经养成了习惯，养成了他的行为模式了。或者说，他经常做，而这种行为在他的生命当中积累了很多，我们也可以把这种称为多作业，就是他经常造作了，变成他的比例、他的比重很多。这一种人在临死的时候，他即使不去想他所造的善行都会优先承受。而又比如说啊，如果一个惯偷啊，他经常偷人的东西，由于他经常偷人的东西，所以他习惯了，他看到什么东西他都会顺手牵羊，是不是？即使他到朋友的家里，可能他不带一些东西回去，他都感觉到不自然。为什么？是因为变成了一种习惯性了。他见到任何东西，他都想要偷一偷，甚至自己家里的东西，他都要鬼鬼祟祟的进来。为什么已经变成这种习惯了？这种恶的习惯，在他临终的时候也是很自然而然使他堕落的恶趣。我们可以说，每个人做每一样的职业，他会有那一种职业的思维模式跟行为模式。所以有些，例如说有些，做刑侦的，或者说那些专门做警察的，有时候他就可以看到说你是属于哪一类做行业的，你是哪一类做行业的，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经常造作某样的行为，他很自然会形成一样的模式，然后他的思维、他的动作，乃至他的言行，甚至他坐在那里不动，都可以看出他的职业的影子。这就是因为思维习惯的关系。那同样的，在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呢，这种习惯惯性，你不用专门去想它，它自然而然它就会使你的这种模式成为下一次投生的优先承受的业。这是第二种。然而，对于有很大部分人来说，他们可能可以说是属于一生很平凡、很普通，没有大善又没有大恶的这种人呢，
就是你可以说他是一等公民、一等良民好，他就是早上就去上班，晚上就回来，啊，然后呢，等他年老了啊，有时候他就到其他那些地方去旅游啊，或者说到公园里面去玩啊，跟一些老人家聊天，他又没有行善，他又没有去作恶，他也是认为说自己不要作恶啊，不要做亏心事，但是呢，他又没有说很强的善业，那这种人来说，我们可以说现在，在我们的这个社会上，太多这一类的人。这一类的人就是你说他是确实是有道德，他不去做那些亏心事，他会认为是昧着良心的事情，所以他不没有大恶，但是呢，他会又有一些小恶，例如说他看到蟑螂他就要去踩，看到蚊子他就要去杀，而他又没有大善，例如说啊，他从来他又不去布施啊，他也不去持戒，但是他就是说啊，我不去做这样就可以。我心地善良，我为什么还要信佛？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呢？啊，如果我去信佛了，我不去受戒了，我就不自由了。他又有这样的思维，这样的想法，这种人呢，就是没有大善，也没有大恶。那在这一种情况之下呢，很可能这一种人在临死的时候。在临死，在临终时候的业很重要，这种业称为临死业，或者称为尽死业，就是已经接近了死亡的时候，成熟的业会使他带来下世、下一辈子的投生。临死业可以说是一个很普遍的，在我们生命的终点成熟的业，要带来我们的下世。临死业可以包括两类，一类呢就是在临死的时候造作的业，而另外一种呢就是在临死的时候想起的业，会带来下世的投生。如果我们能够很好的掌握好在临死的时候所造作的业，那么它将可以改变我们的下一辈子。例如说，如果一个人在临死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了自己所曾经做过的一个很内疚的事情，很对不起人的事情，或者很尴尬的事情。那这个时候，他的内心充满了悔恨，他有可能因为这种悔恨而堕落的恶趣。但这一种也是可以改变的。例如说，突然这个时候，他的亲人，或者他的兄弟啊等等，在他的旁边提醒他啊，叫他你要多想些好的啊，那些过去的你不要去想他。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一转念，很可能他又见到好的影像，又见到一些很善的一些征兆，都使他投身到善的善趣。那在这里呢，我们再讲一个。在阿毗达摩的译著里面所讲的一个故事，就是讲唢呐尊者如何去改变他父亲下世投生的这个故事。唢呐尊者的父亲是个猎人，这个是古代的一个故事。他经常到山里面去打猎，他的儿子已经出家了。经常劝他说：“父亲呢，你不要做这样的恶业，不要做这样的杀业。”但是他就是听不进去，他就说：“我不做啊，谁养我啊？你要出家，谁养我？”他就这么样一直做，做到等他老了，他已经跑不动了，他已经不能够再追杀那些动物的时候，于是他就跑到寺院里面去，他儿子的寺院里面去出家，也成为了比丘。那不久之后呢？唢呐尊者的父亲就得了一场病，他病得很重。就在他病的时候呢，他看到一幅影像，他站在山顶上，然后呢，从山脚下跑了很多很大只的狗，就要去咬他。那个时候呢，他就在那边叫，他们叫就叫他的儿子，就说：“曼爹，曼爹，你来很多狗，你把它赶走，你把它赶走。”其实周围的人都没有看到，就是他看到，他看到狗在咬他，
那他的儿子收纳中心去掉了之后呢，就知道这个是他父亲临死的征兆。他看到的是去向，就是他即将要投身到地狱的向，因为他杀的业太重了。由于杀业太重，使他临终时候看到很多的东西争着去咬他。而他也知道，如果这个时候不再去拯救他的父亲的话，他的父亲必然堕落到地狱。于是他就吩咐人啊，就把他的父亲抬到佛塔旁边，然后呢，就叫那些沙曼尼拉跟近人嘎比亚啊，就摘一些花，然后就把这盆花端到他父亲的面前，跟他父亲说：“这阿乌索就是贤友啊，你现在呢，你看到的这一盆花，它是替您供养佛塔的，你应该对这一种善业，对供养佛塔这种善业感到高兴啊，你应该随喜，因为这个是替你供养的。”于是，他的父亲就望着那些比丘跟那些近人把花撒在佛塔的平台里面，他也感到很高兴，他就而讲礼敬佛陀，在那边说沙都沙都。那当他在看完花已经供完佛塔的时候，他也感到很满意。于是呢，就呈现出另外一种像，就是他看到一个天人啊，他我们知道这可能是他母亲，他母亲是一个善人，他母亲从天界来，他说，于是他说啊，你漂亮的母亲以天人来迎接我了。这个时候，双那尊者就知道，天界的迹象已经出现了。于是他就为他所为他父亲所做的这一件事感到满意，因为如果按照业果法则上来说，他父亲的恶业必定会成熟，使他堕落的恶趣。但是由于收纳尊者是一位阿拉汉圣子，他知道用什么方法去帮助他的父亲，在他临终的时候使他，改善他下一生能够投生到好的地方去。当然呢，业果法则呢也是，丝毫不爽的。即使这个恶人他投生到天界，他不可能投生到很高的天界，而且投生到天界，他可能会，命很短，然后又会堕落到恶趣。只不过呢，就是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拯救他，这个也更比他一下子堕落到地狱会更好。那如果他有幸在天界又遇到一些善知识，他又在继续修行的话，那他将可以，避免堕落到恶趣。甚至如果是他已经在天界证得了出果的话，那他必然不会再堕落到恶趣里面去。这个也是一种叫做做儿女的报恩的方法。如果我们在亲戚朋友即将离开我们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真的是爱我们的亲戚，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兄弟，爱我们的姐妹，爱我们的儿女的时候，在他要走的时候，不要哭哭啼啼，不要悲伤，不要哀叹，我们需要的是帮他一把，送他一程。就送他一程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是泪流满面的送他，而是你使他下一生比今生更好。这个决定在你。如果你哭哭啼啼的话，假如那个时候本身他的心很平静，给你又哭又叫，弄到心烦意乱，那他反正他可能会堕落。那如果呢，你是用一种很平静、很宁静、很喜悦的心去教导他，提醒他曾经做过的善事，或者说为他做善事，那他将能够，因为在临终那一刻很好的把握，他下生比今生更好。那应该如何来改变我们的下一生呢？在这里呢，我们就再把最后那个，就是第三种业，我们讲完之后，我们再讲如何改变我们下一生呢？
除了林中的夜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呢，叫做嘎哒哒伽马，就是叫做已作业或者曾经造过的一种业。在没有前面三种业，就是没有重业、没有惯行业、没有临死业跟没有这三种情况下，那么曾经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还健康的时候造过的任何一种业，会成熟使我们堕落，或者使我们投生到天界，或投生到人界。那这四种业就带来我们下一生的投生，好像是围在一个牛圈里面的一群牛一样，在早晨了，牧童要打开门，要放那牛出去吃草。那被困了一个晚上的牛呢，他们就都想要早点争着出去。如果是有一个很大只、很壮的牛呢，它将会冲破其他的牛而优先冲出门里去。如果没有很大的牛的话，那么一直经常盯住什么时候开门的那条牛，有可能会优先出去。如果又没有的话呢，那么正好站在门边的那只牛可能会优先出去。假如三只都没有的话，那么就任何一头牛可能它很小心的就出去。这就比喻成刚才我们讲到的三种业导致下一世的投生。如果有很大只、很壮的牛，就好像是重业；如果没有的话呢，那么就时时盯着什么时候打开门的那只牛，就好像一个人经常造作的惯性业，他会优先出去；如果没有的话呢，就正好是站在门边的那只牛先出去，就好像是临死业；如果又没有的话，那么就好像是这其中一只牛很小心的被挤出去了，真的很。这是这四种，就是使我们这四种是比喻成四种业，就好像集中业、惯行业、进食业跟已作业，就它如何给我们带来投生，是哪一个先，哪一个后，就是这么样的一种比喻。当我们知道了业在我们死跟生的时候的运作之后呢，我们就应该要把握如何来改变我们的下一生。可以说，我们现在今生，我们投生是男的，是女的啊，这个我们没办法变，除非你去做变性手术吧，要不然的话呢，这个是没办法改变。那但是呢，我们仍然还是可以透过年轻小的时候，年轻就努力有改变我们的中年跟晚年，是不是？而如果我们要改变下一生，比我们改变现在已经拥有的果报更容易。我们下一辈子是好是坏，决定在我们现在。应该如何让我们下一辈子更好呢？我们就根据刚才所做的那两种方法，就是一个是惯行业，一个是进行业来讲，用两种方式来讲。一个呢，就是我们平时所应该做的，如何在我们平时的行为当中改变我们下一生，或者说让我们在临死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坦然的、很坦坦的、问心无愧的离开这个人间。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如何把握临终的最后那一刻、那一刹那，或者那一个时期，而改变我们的下一生。我们就用这两种方法来讲一讲啊。第一种呢，就是如何在平时当中去做的，要让我们下一辈子能够比今生更好，比今生更优越、更殊胜的生命得到更高的提升，决定在我们的平时。
如果我们经常升起善念、升起善心，经常造善的行为，当这种善心、善行、善业养成了习惯，那这种习惯就是我们的惯行业，是不是？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去的时候，我们离开这人间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心安理得的离开人间，甚至我们可以说。中国人很讲究福的，福，五福临门的福，五福临门就有一个叫做善终，善终就是一个人，我们说有好死啊，大家能够含笑终的。平时我们在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多点如理作意，多点要往善的地方想，而且我们最好能够做一些更强的业。能够使一个人下一生必然要投身到善气的话呢？啊，对于我们如果还没有是出国圣旨的，如果是出国圣旨呢，那么就已经你可以翘着二郎腿，你都可以投身到人天善气。但是我们不行，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仍然可以造一些很强的业。如果要让我们下一生投身为人或天，我们可以要做两样东西。第一个要发愿，发愿愿我下生投生为人或投生为天人。发这个愿，当我们发这个愿之后呢，我们不能够只是依靠愿而投生。例如说，古代有一些宗教，他们认为说通过杀人去祭神可以投生为天人，可以投生天。那你认为说他们想不想投生为天人？想，因为他如果想的话，他透过杀人能不能去投生到天界？不可能，是不是？所以，如果是一个人发了愿之后呢，他还必须得也有相应的行为。如果你发了愿的心越强，然后你造的善业也越强，你下一辈子投生到人或者天人的可能性越大。什么是强的心愿呢？你的心很强的倾向于要投身为人或投身为天人，而然后呢，你在这种愿的情况下，你再去造一些很强的善意，例如说你去供养僧团，或者说你为此而持戒，你持戒，你在持戒之前或者持戒之后，你再发愿，愿我以这样的功德而下一辈子投身为天人或投身为人。那有了这样的功德，或者说特别是禅修，禅修也可以，你可以这么样。例如说，在很多的禅修者，当他们在修到缘起的时候，他在观他的过去式，去辨识他的过去式，为什么会投生为人呢？他会发现到，在很多今生投生为人这种禅修者，他过去。如果是他能够投生为天人或投生为人，很大部分都是因为他们曾经造了一些布施的善业。因为对于我们人来说，我们很正常，我们的思维都是倾向于具象的、形象的思维，具象的思维，而不是抽象的思维。也就是说，我们持戒，你想想戒啊，戒很抽象，是不是？你想想禅修也是很抽象，但是布施呢？布施，因为有了你这个布施的人，有了布施的对象，例如说佛陀或者僧团，你又有布施的物品，这个是很具象的东西，具象的东西给我们的印象会很深，而在临终的时候，它很可能是以业或者业相的方式呈现，于是我们的心那个时候就沿着这种业而投生。发愿之后呢，在造善行，在缘起里面就觉得，当我们发愿，这个是属于无名爱取，阿维加丹哈乌巴达那，因为我们错知有人或天，当然这个是从究竟意义上来说啊，然后这个是属于无名阿维加，你喜欢人或天的生命，这个是爱。你执着于人或天的生命，这个是取。之后，你有了这无名爱取，这个称为烦恼啊，gilesava的烦恼轮转之后，你再去造业。由于你有了这种愿的支柱，你造的行，这种行就有目标。
也就是当你有你造的业，有了无名爱取的支柱，它就能够带来投生。那你去做达那、做布施或者持戒，只要你的持戒，你是为了要投生为人或天，那这就是你的所造作，能够使你投生到人跟天的善业。这种善业会铸成你的愿，就好像说，我们现在去一个地方啊，去吉隆坡一样啊。那么你先定一个目标，然后你说我要去吉隆坡啊，或者是去怡保啊，或者说去槟城一样啊。那当你定了这样的一个目标之后呢，然后你就往那个地方走。如果你没有定个目标，你可能经常就在那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在那边闲逛。你只是逛来逛去，你都没有目标而已。但是你只有目标，你就是待在家里面，你又不去做，不去走，你也不能够去。如果你定了一个目标，你就朝那个方向走，你就能够去到。同样的，当我们发了一种愿之后，我们再造行，这种行就铸成你的愿可以达成。特别是如果我们经常积累这种业啊，然后使我们最终达成的目标。那，在我们临终的时候，我们曾经发过的愿，有这样的愿，然后又有这样的行，就是有这样的善业，将会在我们临终的时候优先成熟。如果没有发愿所造的行，所造的善行，让它没那么强成熟，或者说，现在有很多的人，他们在造善业，他们做布施，糊里糊涂的布施。糊里糊涂做善事，特别是好像现在很多人到寺庙里去拜拜啊，求保护，求保佑。他们造这些善业是一种很散的善业，很零碎的善业，几乎它是一种极小的善业。特别是他拜一些神啊、鬼啊什么，这种善业是微不足道的。但如果他所礼敬的，是很强的功德的，有极大功德、殊胜功德、崇高功德的对象，即使他所造的善行是微不足道，都会因为对象的殊胜而他的业会变得很强。如果我们有了这种愿，我们再去造相应的行，那么有愿的善业会使我们在临终时候优先成熟。我们平时造的那些散的善，只要我们没有这样的愿呢，它往往在我们临终的时候很难承受。同时，如果我们在布施、持戒、禅修的时候，我们没有发愿要投生，我们发愿会要证悟涅槃，这个时候往往它也不会在我们临终的时候承受，它往往会使我们在修行的道路上支持我们最终投生。但如果我们造这些善业是为了令我们更好的生命啊，这个在布施里面，在善业里面，它叫做会带来轮回的布施。但是，如果我们觉得说今生造了那么多亏心事啊，或者说曾经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下一辈子没有把握，那么你就为了保险一点，你也可以造一些很强的善业，然后你再发愿，因为在。我们修缘起的时候啊，就会发现到，在过去是可以使我们投生为人、投生为或者投生为天人，他所造的这些善业，往往都会伴随着一定的愿，就是这种愿表现为就是无名爱取。有了这种愿，有了这种无名爱取围绕的业，使我们能够投生为人。因此，如果我们想要下辈子投生为人或天的话，我们可以。发个愿，然后呢，做一些善行，特别是做很强的善行，因为很强的善行会给你留的印象很深，在你临终的时候，自然而然这种印象就会出来。这种印象，它以印象的方式呈现，其实就是你这种业的成熟，它可以使我们下一辈子投生到人或者天，那个叫做如愿以偿。这就是在我们平时当中所造的。当然，最好呢就是，我们
从就近意义上来说，我们不鼓励你们轮回啊，我们鼓励你们早点进入涅槃啊，啊，只不过呢，就是说，如果你们的内心有点虚啊，我现在我一天到晚我又在造恶业，我又在造这个，我没有把握，那么你就可以造这些东西，这个就是说，至少买一个下辈子的保险呢、啊。虽然这个保险不是100% 的保险呢、啊，但是呢，至少还是比没有好。这个就是。在我们平时如何改变我们的下生，使我们的下生能更好，因为我们有了很强的愿，又有很强的善业，这种很强的愿再加上很强的善业，特别是你这种善业是经常造作的话，它在你临终时候优先成熟，那在你临终的时候，你就看到你犹如又重新再造那种善业一样，你就问心无愧离开这个人间，下生你就因为你造的这种善业投生到你想要去的那个地方。这是在还健康的时候，在有就是我们可以说至少你是神智很清晰的时候，你完全可以自由的主宰你自己的身与意的时候，你可以造的，这个都是称为健康的时候造的。但对于有一些人，如果是在临终的时候，已经病危的时候，生命已经垂危的时候，这个时候要改变，可不可以？还是可以的。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由于我们刚才讲到的，他的果报会变得很虚弱、很弱，于是呢之前造的业会真的成熟，这种情况会给临终的人会有时候会感到很无助，很无助，或者说感到前途一片渺茫，因为大多数的人他们平时都很没有怎么积累一些大的善业，很强的善业，所以他会感到好像就是无路啊，没有钱了，要上路，没有钱上路了，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如果他身边的亲戚假如很有智慧又懂得佛法的话，可以为他做一些善行，有很多种方法可以造善行。第一，他可以去安慰这一个病人说你应该放下你的财物啊，你钱财呀、啊、物品啊、家庭啊，这些都是身外物，你不要去执着了啊。就好像本来你是一丝不挂的来这个世间上啊，难道你还要带走什么？我们能够带走的，并不是这些财物，不是这一个种种有疾病啊、衰老等等缠身的这个身体，而是带走我们的业。所以你现在呢，把那些财物啊，把那些名利啊，把那些全部的那些佛名略利全部都放到一边去，劝他，安慰他，让他心平气和。还有呢，也劝他父母兄弟姐妹亲戚夫妻都是叫什么，有姻缘大家在一起，但是始终都要离开了，就好像坐公共汽车谁先下车，始终都要下车嘛，谁先下车这个也是必然的嘛，所以没必要为这个必然发生的事情呢过度的伤心，过度的悲哀，面对着它，因为这个就是现实嘛，你不敢面对现实，难道你还有可能改变吗？你与其你充满的仇恨、悔恨、讨厌不舍难舍难分，你倒不如你欢欢喜喜坦坦然然不是更好，是不是？何苦又弄到自己哭哭啼啼，大家都彼此悲哀呢你抱成一团也没有用所以劝他放下对眷属对亲爱的人这些执着，而对于亲属来说呢，他也不应该哭哭啼啼，而应该给点笑脸他，让他安心一点去，最好能够含笑着离开这个人世间，大家亲戚一场，
大家朋友一场，啊，好始好终。这是第二啊，第三呢，就是应该去歌颂他的善行，最好是能够记录他所做的一些善事，啊，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列成第一、二、三、四啊等等的。现在我们现代人有一种优势，就是我们可以利用相片，利用 video 啊，例如说，如果他去曾经去做一些达那，我们就用当时去拍一些相片，然后用这些相片，现在看，哎，亲爱的，或者现在某某某啊，你看这个就是你造的善业啊，你应该为这个善业感到欢喜，因为如果这个时候，假如一个病危的人呢，他的眼门已经，他的意门可能心里很弱了，但是如果有了这形象的冲击，我们叫做形象的东西对一个人的心的冲击会更大的，它总比抽象的更大，是不是？所以当你看到了，让他看到了相片，或者看到你当时的一些 video 啊，一些拍的 video， 那他又会重新去回忆。一旦他回忆，如果他回忆的这种善业在他临终是要成熟，他将能够投身到人或者天的善气。那我们可以充分的利用现在这一种，就是去提醒他曾经造的善行，提醒他曾经做过的善业，而且要叫他，你要为这个善业感到高兴啊。感到随喜，要随喜他，这个也是使他过去所造的业成为他临死业的一种方法。过去造作的业也许他已经忘了，因为我们平时很清醒的时候，有时候记一件东西都很难，是不是？更何况他临终的时候，他的心很衰弱，如果能够提醒他啊，例如好像说你现在见到一个人，他说：“哎，我们曾经在怎么说？哦，是我们那个时候记得。”同样的，你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去提醒他曾经在造过了什么善业。一旦提醒，他会感到很欢喜。那如果他经常想着这种善行，他造过的善行，那这一种造过的善行将会成为他的净死业。我们讲到的临终业或净死业，就是在临终的时候造作或者忆起、回忆起的业。这是一种帮助清晰善终，使他投身到人天就很好的方法。作为亲戚来说呢，如果我们想要帮助他，这是很好的方法。还有另外一种，就是以他的名义去做善事啊。例如，你们可以在亲近道路里面就讲到了，可以准备一些布啊，准备一些布，然后呢，就叫他摸啊，亲爱的。啊，这些布啊，或者说这些中国的丝绸或者嘎西的布啊，是以你的名义去供养僧团的，你应该为这种功德善业感到高兴。如果他能够感到高兴呢，那你就是帮他去造善，或者说你拿着袈裟啊，或者说你就用他的一些财产，他的一些钱财、一些储蓄，然后你去供养僧团饮食，然后最好呢你拍 video 或者拍一些相片，然后去收给他看啊，这个就是以你的名义供僧的。如果他为所造的这种善业感到很高兴，感到很宽慰，这就是又是净死业。我们讲到的净死业和临终业有两种，一种是临终时候回忆起，另外一种是在临终时候造作的，是不是？这两种业都可以透过这一个病危的人身边的人，或者是我们亲戚朋友，只有我们懂得佛法，我们懂得业果法则，我们就可以做的。这种帮助好过你去抢救啊，去给他什么医药。我们可以说虽然我们知道在身边在这里很多医生啊，但是我们不客气的说一句话哈，医药在某一种程度上只是延长死亡而已，推迟死亡的时间而已，是不是？不要生气啊我们必须得面对这个现实，必然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的这样的现实嘛。不过呢
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报答亲人，最好的方法。例如说，现在一般人说的孝子，孝子就是啊，在父母晚年的时候，让父母安享天伦之乐，啊，给他啊丰衣足食啊，给他住豪宅啊，给他吃得很好，给他让他玩得很开心。啊，人们就认为这个是孝顺的。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即使你在你的父母年老的时候，让他丰衣足食20年啊，例如说就让他在60岁到80岁都可以让他过得很快乐，但是呢，你这种供养有可能使他身体贪心，哎呀，我的孩子那么孝顺，我很舍不得他，在临终的时候，如果他一见到啊泪汪汪啊，然后他就已经堕落了。但假如我们能够在他临终的时候为他造善行，为他造善业，这种报答父母的恩的会更大。为什么呢？如果在临终的时候我们为他造了一些善业，这个也许只是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的父母真的因为临终的时候我们造了善业，就使他投身到天界的话，你认为说天界的生命多长？如果是四往天，他的天寿是500年，他的一天等于我们人间的50年，那500年是多久？如果是投身到33天，他的天寿，他们的天寿是1000年，他们的一天等于人间的100年。而且一旦投生到天界，衣食无忧了啊，不用我们担心的。那你认为说，你让你的父母吃人间的食物啊，吃20年，啊，跟你让你的父母投生到天界吃天食享天乐，好几百年啊，甚至好几千年啊，你认为是哪一样的报恩更殊胜呢？啊？这个是最廉价的高利贷，是不是？你只要小小的投资，你可以获得很好的回报，何乐而不为？嗯，是不是？所以我们只要掌握好业果法则，什么时候是最关键的，那就可以改变他的一生。就好像说，如果一个人，他现在准备要移民到加拿大了。移民到加拿大，他为了要移民到加拿大，他可能很辛苦的赚钱，赚钱赚了10-20年，他凑够了钱，他准备去移民那边啊。然后，也许在他准备移民的那一天，突然他获得了这一笔财产，那这一笔财产可能他正好使他移民，而他会变成之前所造的那些，他也许被他淡忘了，他怎么辛苦的赚这些钱没淡忘，但是偏偏就是这一笔在他准备移民的时候得来的那一笔财产，可能他经常都会记得，是不是？同样的在一个人一生当中，如果是在他临命中的时候，在他垂危的时候所为他造的善业，可以使他投生到天界，而他在下一辈子如果他还能够记得的话，他会很感恩他过去的亲戚，因为就是因为他的亲戚使他能够投身到天界里面去的。所以当我们懂得了业果法则，当我们懂得了死生之间它的转折点，它的关键点之后呢，我们可以说我们既可以很安然很坦然地面对着这个人生必经的阶段，必经的过程，我们可以带着笑脸地离开这个人间。甚至说如果我们现在平时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了，我们已经造了善业的，我们还担心什么时候走呢？是不是？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每个人最确定的就是必然会死，但是最不确定的是我们什么时候死，我不知道。但是现在如果我们有了心理准备，我们随时去，我们都可以，是不是？
当然呢，如果从禅修的一个角度上来说，还有一个更高的绝招啊，就是如果他就是这个垂危的人，临终的人，他是一个修行的人，甚至说他不，他只要他对佛法肯接受都可以，我们可以在临终的时候教他一些禅修的业处，例如说教他专注呼吸。修阿那般那，修入出心念。他在专注呼吸的时候，很安详的去世。那他去世的临终的心是什么心？是，对，是禅修的心，是不是？如果他临终是以禅修的心离开这个人间，他下一辈子的结生心跟有分心是什么心？也是禅修的心，是不是？如果这么样的话，他下一辈子他。很轻而易举就可以修行成功，因为他的结生心、有分心都是禅修的心。而对于有一些人，如果他平时都没有训练、没有禅修的训练，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更简单的方法，教他修佛水念。教他修佛水念有一种很好的方法，就是你先。在这个人的面前摆一张佛像，佛像是抽象的还是具象的？形象的，形象的啊，对，你教他看着佛像，佛像非常安详，非常平静，非常喜悦，然后你就跟他说，佛陀是这么的慈悲，这么的有智慧，这么的安详，这么的喜悦，所以你的心应该。要意念着佛陀的这些功德，让你的心也充满了安详、喜悦、慈悲。你的心时时的意念着佛陀，例如说，你跟念着佛陀、佛陀、佛陀，看着佛像，意念着佛陀。如果他能够在意念着佛陀的时候告别这个人世的话，那他临终的心是什么心？是善心，是哪一类的善心？是修行的心，是不是？而他临终的时候看的影像是什么？是什么？这样，佛像。那他下一辈子的临终，他下一辈子的结生心跟有分心是什么心？是修行的心，是不是？而且他下，如果他有分，他的结生心有分心是什么影响？佛像。是佛像，是不是？多么殊胜啊！而且，对于我们来说，又多么轻而易举的做。那对于命中的人说，垂危的人说，他也是多么轻易就做得到啊！看着佛像，在意念着佛陀当中，或者说亲戚在帮他，提醒他赞扬佛陀的功德这种声中，微微笑的离开这个人间啊，那他的下一世必然。投生到哪里？人或者天界。而且，一个人只要以修行的心、禅修的心离开这个人间，他下一辈子只要他遇到正法，他修行得很快。他不用再像现在今生那么修行修行的话，他闭着眼睛啊，专注呼吸，专注了几年、几十年啊，什么光都没有看到，是不是？他也许他下一辈子他闭上眼睛哦，这就很明亮了。为什么？因为他的果报心、他的结生心、他的有分心都是用很强的心，他下辈子要修行，有什么困难呢？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简单，但是又实用，而且又很有效，而且比刚才讲到的高利贷更。回报更高的，是不是？所以我们知道了、掌握了这种业果法则之后呢，我们可以很有效果、很有利益的去帮助我们的亲人、帮助我们的朋友、帮助我们的同修，而我们还可以改变我们的未来，改变我们的下一辈子。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么样，什么时候死，又有何惧，又有何畏呢？我们
对于这种人生的过程，因为我们已经带足了盘缠，就是好像我们现在啊，我们已经有了一大笔钱准备移民呢，那么我们只是等签证来了，一签证来我们就飞了嘛，那么我们还担心，哎，现在我这钱又不够去那边又怎么办呢？我们都不用担心的，只是差在什么时候去，是不是？因为我们内心啊，有底啊，就是我们有本钱，所以要如何去面对我们人生的最后一站？要如何去面对每个人、每一个众生必经的生跟死呢？我们可以自己做主，是不是？大家有把握吗？啊？怎么第一个看到的是人摇头啊？做贼心虚，还是什么？那我们应该要有把握啊！首先我们不要从果上去想，我们从因上做功夫，就是从业上做功夫。现实的东西我们只管接受，但是我们要扭转，扭转的是从因上去扭转，从业上去下手。这样的话呢，特别是在关键点啊，一旦我们抓到了之后呢，很容易扭转的。那好了吧，我们今天讲如何，我们可以说我们今天的课题一个叫如何能够坦然的去面对死亡，或者说如何去改变我们的下一辈子，如何去帮助我们身边的人，很安稳的，就是如何去送我们身边的人，跟如何给我们的最后，人生的最后那一刻做好准备啊。我们今天所讲的就讲到这里了啊。那好，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回向，先让我们所听佛法的这个功德，回向给我们的亲戚朋友，愿我们的亲戚朋友，特别是那些过往生的亲戚朋友们在，如果这样呢，我们现在再给大家受五戒怎么样？受戒了之后呢，我们再把受戒的功德，再把听闻佛法的功德，再做回向会更强啊。好，那么现在受五戒的请跟我念了，先礼敬三拜，礼敬三纲三拜。那同样的，我们要记得，现在礼敬三纲也是一种很强的功德，因为四维比丘是已经一个僧团了。好，下面请跟我念 repeat after me。Aham bante, Aham bante, tisaranena, tisaranena, saha, saha, bancasilang, bancasilang, dhammang yajami, dhammang yajami, anugahang gatava, anugahang gatava, silang deita, silang deita, me bante, me bante, tutiyambi,Dutiyampi aham bande tisaranena saha tisaranena saha bancasilang dhammang yajami dhammang yajami anugahang gatva silang deita me bande tatiyampi Tatiyampi aham bande tisaranena tisaranena saha saha bancasilang dhammang yajami dhammang yajami anugahang gatva silang deita me bande yamahang vattamitang vatteita amabande amabande Namo da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a. Namo da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a. Namo da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Buddhang saranang gacchami. Buddhang saranang gacchami. Dhammang saranang gacchami. Dhammang saranang gacchami. Sanghang saranang gacchami. Sanghang saranang gacchami. Dutiyambi buddhang saranang gacchami. Dutiyambi buddhang saranang gacchami. Dutiyambi dhammang saranang gacchami. Dutiyambi dhammang saranang gacchami. Dutiyambi sanghang saranang gacchami. Dutiyambi sanghang saranang gacchami. Datiyambi buddhang saranang gacchami. Datiyambi buddhang saranang gacchami. Datiyambi dhammang saranang gacchami. Datiyambi dhammang saranang gacchami. Datiyambi sanghang saranang gacchami. Datiyambi sanghang saranang gacchami. Tisaranang gamanang baripunang amapante. Banatipata. Banatipata. Vedramani. Vedramani. Sikkhapadang. Sikkhapadang. Samadhiyami. Samadhiyami. Adinnadana. Adinnadana. Vedramani. Vedramani. Sikkhapadang. Sikkhapadang. Samadhiyami. Samadhiyami. Kamesu. Kamesu. Michachara. Michachara. Vedramani. Vedramani. Sikkhapadang. Sikkhapadang. Samadhiyami. Samadhiyami. Musavada. Musavada. Vedramani. Vedramani. Sikkhapadang. Sikkhapadang. Samadhiyami. Samadhiyami. Sudra. Sudra. Medraya. Medraya. Macca. Macca. Pammatatthana. Pammatatthana. Vedramani. Vedramani. Sikkhapadang. Sikkhapadang. Samadhiyami. Samadhiyami. Tisaranena saha pancasilam dhammang sadukam gattva pamatena sambatteta amapante. Amapante. 好，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回向啊。 先让我们把现在所做的一切功德，包括刚才大家礼敬僧团的，包括听闻佛法的，包括受戒的，乃至包括布施功能等等的一切功德，向愿让我们来发愿，愿我们把这些功德先回向给我们的亲戚，愿我们的亲戚在随喜之后呢，能够获得快乐。一当咩。 ญาตินังโหตุญาตินังโหตุสุขิตาหงตุสุขิตาหงตุญาตโยญาตโยอิตังเมอิตังเมญาตินังโหตุญาตินังโหตุสุขิตาสุขิตาหงตุญาตโยหงตุญาตโยอิตังเมอิตังเมญาตินังโหตุ ญาติ낭โหตุสุขิตาหงตุสุขิตาหงตุญาติโยญาติโยนะ再让我们把这些功德啊回向给真如涅槃嘛啊不要先不要回向给现在是投生为人天的，因为像我带我就会带大家把我们所做的善业功德成为真如涅槃的助缘断尽烦恼的助缘呢。 이당미 분양 아사와카야 아사와카야 와항호두
Maham Bhutu Idang Me Punyam Idang Me Punyam Nibbanasa Nibbanasa Bhajjayo Hotu Bhajjayo Hotu 再把我们所做的这些功德分享给与一切的众生分享，愿他们都能够平等得到这一份的功德。Mama punya pagang, Mama punya pagang, Sabba satanang, Sabba satanang, Bhajemi, Bhajemi, Desape, Desape, Mesamang, Mesamang, Punya pagang, Punya pagang, Labantu, Labantu, Sa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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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du.